大家好，我是太太。还记得之前从布袋第三渔港搭乘小三号前往澎湖七美海域钓鱼，这一次我们安排七美岛两天钓鱼行程，包括了岛上住宿、骑车绕岛、环游七美岛美丽又特别的景观，像是小台湾，还有双星食物，以及享受全家提供的晚餐。看一下我们今天吃什么？秋菇啊，这什么鱼？龙虾。龙虾，那这什么鱼？蟹粉，这金龟。金龟。啊，这龙虾。龙虾。啊，这空白。空白，哇！对对对，这些行程全家都是安排在内。有需要了解资讯，记得 FB 搜寻澎湖邱船长。OK， 把镜头带回第一天的钓话。好，我来讲解这两天用的装备啊。今天用的是核心钓具的敲底猎人哦，三千型的警戒器，西巴佬的。钓这个好像要特别有耐心，好像有又好像没有，因为这个我不常钓，我这第二次钓。真的，不常钓，高手的。对啊，职业会都职业的。他没有什么在啊。应该是没有。快点，已经就被收起来。有吗？啊有嘞，只是很小只。没办法，开五很重要。有啊，又钓了。哎，你用几两？五六两？八两掉了，伤细只啊！两只啊！对啊，不止了，对，两三只哦。五只哦，哦，不要炮供啊！然后一门炮供。哦，真的粗哎！你看看你马袂钓啊 ？Lucky 啊！中了啦！如果会比较大的话，哎，手扶着可以的。他这个没有给他有张力。啊。我已经调很，我调很松了嘞。对啊，可以啊。对啊，对啊。终于又开虎了。开虎了。安尼也是拢爱公收啦。阿姐，你啷个钓的？袂晓。阿姐，你硬硬吼，你发到不掉。哦。嘿。阿姐，只会拿鱼来不？嘿。像鱼啊，你去捡捡捡。哎呦，看见，看见就失败。嘿。哦，我担心比较厉害，无碰到龟身躯。来，谢谢。嗯。还可以哦，就是那。对。还是无老板啊。有啊，我有带老板。哎。老板无带我，我有带。哦，两只。两只。多少只啊？嗯。哦，分江红的。放牛抓龟壳啦！放牛抓龟壳啦！啊！呜呼！
真趣味，这个在抓鱼啊。是哦，我唔知啊，但是。永远都没有在拿的。放鱼它是不会喷的、啊，你看我包好我都不会。放到这样先放久一点，它就不会掉不掉。有啊，夹掉了。夹了好几次，失败好几次哎。中了啦。我五米啊，四米、三米、两米，我应该有中。对啊，我有。啊，不错，哇，两条哎，对。啊！啊！嘿呀！哦，最大只的结果掉了，中鱼了。不是中鱼，是中卷。对，这不小只哎，这一只。谁？我阿妈是用抓着，你无抓。抓到整身躯拢是，真的是流太急了，无用十二个，但是免放暗啦。我放袂解，我看因拢落去，人三个也飘出去，就搁手台搁电棒个。无安尼，伫房阮西就食两只，两只，是不是？好妖啊！哦，你逐只开，逐只拢甲我抓，无一解无甲我抓歹。哎，即摆抓乌个了，你万搁来咯。哎呦！哦，鲈鱼都高了。对啊。你到底都咬了？哦。哦哦哦哦哦！哎呀哎呀！我先那只先救起来再。等这么久，不要再给我掉了呢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哈！终于有了。哦，你还能买？我哪个老家的啊？足奇怪的，这买偏颜色。我哪个不一样？嗯。看昏迷。哎，五呢？我五呢。哎呦，我这会高。你家卖照？来来，假婚拿来就好。对啊。你昏哪哪有问题啊？原来是我中了，我以为趴到了。对呀、啊，你中了。吃黄色的。吃黄色的啊、哦。嗯，吃亮色系的啦。你想要我怎么哎、欸，我以为中了啊！你干嘛点不会泡面啊？
很贵。对哦。哦，前面都蛮大只的，前面都比这边还要大只。嗯。妈的，船头。船头今天很强。一下去就咬了。对啊，一下去就咬了。感谢船长，踩得非常准。好了一只啊，这也是大只的。不，你看，这个是大只的。这不白钓。好了，我们钓完了，现在要去清美那边冲个澡，等一下要去吃饭，希望明天可以钓得更好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就 let's go 啊。好了，到了清美渔港，看一下周遭的环境啊。很久没来了，之前有来这边旅游，现在是因为钓鱼，所以来这边住了一晚，明天又要继续出发。那就这样。大家好吧，我是太太，好吧。那我们起床了，现在是凌晨1:30，快2点。我们现在在清美渔港，我们现在要再出发去清美附近的海域，继续钓臭臭。那昨天这样钓下来，摇晃还可以啊。然后今天再出去钓看看。希望摇晃可以更好一点，然后我们钓完大概早上10点多就会收竿，然后准备回布袋山港哦。那我们今天一样搭乘小三号邱船长的船，然后有需要的人可以去找他报名哦。这种7枚2天班的可以搭配住在7枚岛的民宿，那晚上还有用餐时间，其实还蛮不错的行程。哦，有兴趣的人可以找他报名。好，那就这样，我们出发去吧。好，我们到钓场了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开钓了。他直接整个都讲。开始游了。开游。开壶很重要。啊啊！煞叫我落去，哎呀！开壶很重要，搁叫我落去，拢食无掉啊！怎么那么可惜呢？有啊，一只、两只、一只，有啊，还有钓啊。对啊。一只，两什么色？两色耶，两什么色？紫色。紫色。我听到四眼的，你黑老师，不老师耶啊！你今麦才开窑对不？对啊。哦，开窑真漂亮。哦。啊，好干呀。嗯。光好干，你看不看光？一支，中一支，哎呀，开壶很重要。哇，天终于亮了呢，很光。天不会亮就完蛋了。唉，看能不能多钓个几条啊。
机啊。哎呀，开壶真的很重要。又一尾了。哦，厉害！哎因为第二天钓的时间比较短，大概钓到十点就返航回来了。因为这边潮汐港的问题，船又没办法进来。哦，那我们今天就搭乘小三号。我们看一下今天辉哥钓的如何了。哦，看一下哦。好，今天第二天有氧，我们钓到九点多而已。钓应该是不错，刚好找到一个点，这边看会咬，只要你过去就一定会咬。他就船长重复盖点，然后就船长盖点也都有准了、啊，所以固定一到就一定会咬。啊，不过我们因为那个潮汐的问题要进港，所以我们钓到九点多而已。如果可以钓到下午，应该是会不错。我们来问一下船长啊、哦，今天到底？咬框为什么这么好呢？昨天第一天哈、哦，那个水很浊啊，而且前面都是脏东西，对，流很乱啊，所以昨天钓的不是很理想。那今天呢，因为这边布袋港哦潮汐的关系，要十二点前要赶进港，所以我们钓到九点多。但是今天水色各方面都比较大变，那我们找到一个点哦，刚好都是会咬的。因为我就是最熟练最强的就是踩点，哦，踩都误差一米，每次踩到点丢下去，那个阿辉就是四只这样子啦、啊。对啊，啊今天就钓到九点之后都钓得不错，都被我熬熬。啊，所以说船长只能尽力而为啊，啊就是要看天气啊，各方面的条件。钓鱼就是这样，不是说每次啊就可以每次这么好，也是要搭配。水色啦，天气呀、啊，啊，再来就是其他就要靠船长的经验去应付这些的环境。对，啊，在这里哦，跟警告各位钓友，要出来钓鱼哦，就抱一个出来玩啊哈、哦，出来体验的心情，不要是说没事说我一定要钓到冰山满，还是钓多少，那你出来钓鱼你一定会不快乐，哦，出来就当做休闲，啊，钓多我们就多吃，啊，钓少。也是出来娱乐就好。对对 对，要告诉钓友，现在是这样的，因为现在全地球的那个鱼啊，一夜枯竭了啊，气候变化这么大啊，所以哈、哦，没有办法像我们一起每一次都钓那么好。OK OK， 谢谢啦。这几天这样玩下来哦，也不错啦，这刚好边钓边住哦，啊，船长会有安排那些住宿的民宿，然后晚上还有吃的。哦，这些都是在这个行程里面的。如果有其他钓友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找邱船长哈、哦，他的船在布袋山港啊，他会搭配潮汐，有时候船会停在这个位置，有时候船会停在海巡那个位置，我会放那个连结，啊，你们再自己去找一下啊、哦。啊，有想要钓的话，因为现在夏天嘛，可以钓小管啊，还有一些敲底的部分啊，后面还有什么行程？旅游行程他搞不好也有在，也可以再私下问他一下。哦，那我们就这样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！记得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下一部影片，见，拜拜。